好啦，领航 van 啊，而家睇一间咧，又系 WA5 Greg Sankey 嘅校网区嘅屋，又系一间咧就行路快过揸车嘅屋，行路翻学咧就快过揸车嘅，行路就两分钟，揸车就要四分钟啊，因为咧行路有条行人路 shortcut 嘅，揸车咧一定要行车路。就要是兜一个圈。哇，前面这个屋苑是波空，跟着这个是 Red Wall。首先转一个右，即是一个右的90度角。仲有 Taylor Wimpy 啦，前面呢个屋苑，咁又转一个90度角。咁啊，经过个鹅湖，啊，前面鹅湖隔篱呢度咧有个公园仔嘅，小朋友的公园仔嘅。喂，随讲随到啦。咁啊，呢边咧就鹅湖嚟噶啦。好似叫鴨湖啊！好，跟住因為少少 curve 啦，唔係再轉個90度角，咁轉三轉啦，所以就要兜圈。OK， 有興趣咧就係聯絡翻 WhatsApp 5366 5444 Wayne 啊，咁啊網上片到呢度為止。